现在一个月过去了，田泉每天都在反思自己的错误，并且呢用实际行动呢和公司一起共同成长。那年轻人犯了错误，应该给他们及时改正的机会。番茄豆腐、番茄鼻屎、番茄牛肉、番茄猪肉、番茄鸡肉、番茄香肠、番茄鸡蛋、番茄头发、番茄三分球、番茄报告、番茄大灌篮。番茄鼻屎、番茄猪肉、番茄鸡肉、番茄炒蛋、番茄鸡蛋、番茄包粽、番茄米饭、番茄炒河粉、番茄炒米粉、炒米饭、炒水、炒米。可以。